家好，我是小鱼。今天我们出海回来，现在说鱼蟹很肥。今天若哥说鱼蟹，我们准备材料啦。现在烧点水，把那个鸡脑啊给过一下水。早上留的螃蟹，现在等水开，把那个螃蟹先处理一下。水开了，我们先把鸡爪放在里面去过一下水。现在把鸡爪先捞上来。我们先把鸡爪炒一下，然后再开始焖螃蟹。放鸡爪，我们现在可以把螃蟹放下去焖了。我们焖以前放一点生抽下去，再放两片姜片。我们现在盖上锅盖，把螃蟹焖熟。妹妹你叫船头，哥哥你岸上走，恩恩爱爱，牵手荡悠悠。好了，我们的螃蟹好了。想吃螃蟹的就来吃咯，我已经要开动咯。大家看这个肉够不够肥？好吃。而且说鱼蟹的脚啊，它不会很硬，很容易咬就破了。甜甜，很肥的梭子蟹脚，大家看，那个肉，看那个肉，好满嘛、大家看这个肉够不够肥？这个肉太肥美了，四哥快点过来吃。好，好了，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喜欢小鱼，请关注我们哦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